屏幕前各位小姑娘小小，欢迎回到玩魔会。今天呢，我们想玩的是由变形金刚三出品的冷门玩具线 GoBox 系列，中文翻译为回力车机器人系列的大黄蜂。那这款大黄蜂呢，并没有在中国发行，它是一个海淘回来的版本。此系列呢出了三款玩具，一个是大黄蜂，一个是横炮，一个是擎天柱。那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幸淘来这一款冷门小玩具来跟大家做一个视频分享。首先呢，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大黄蜂，但这款大黄蜂呢确实呢也是颠覆了我对玩具的一个认知。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大黄蜂，没有之一。甚至呢它要超越 MPM 啊那些D级。这款玩具呢确实是非常 get 到我的点。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简单变形玩具的，那这款玩具呢在人形形态和载具形态都非常戳我，而且呢玩点也是非常给力。首先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形态，整个的车型呢是一个 Q 版的造型，大小方面来说呢看起来可能不算太大，我拿手掌来做一个比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跟我手掌的大小差不多。然后呢具体的尺寸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从车头到车尾的部分是 9.5 厘米啊，算是一个D 级别了。那整个的车型方面呢，我们看一看细节。整个车型呢采用的是 Q 版的一个造型，上面呢是有变三的这种黑色漆面，水蓝色的车玻璃，它并不是透明件，但是涂装呢算是非常非常精细。车头的部分呢有雪佛兰的标志，还有一些亚光效果的黑色涂装。前车轮呢是塑胶轮胎，那上面是有铆钉轮，还有一些银色的轮毂刻画。后车轮呢是橡胶轮胎啊，侧面呢有一些汽车人的标志，还有雪佛兰的一些车标，但是并没有涂装出来。倒视镜呢也是有刻画出来的。后车尾的部分呢，车灯造型是有刻画出来的，车标是没有的。底盘部分呢其实是一目了然。这款玩具最戳我的点就是来了，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一个大黄蜂能非常非常的萌，非常非常好看。那这款玩具呢真的是让我感受到大黄蜂的这种魅力。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给女朋友买的话，女朋友也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玩具，真的是非常非常赞的一个玩具。那载具形态下呢，整个的车型呢就是这个样子。那车型的玩点呢主要来了，想必大家都玩过回力车啊，我们来上一个发条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玩点啊，稍微有点打点啊，再来一遍。这个小车我能玩一天，真的就我觉得超级好玩，而且特别萌。 OK， 那车型形态呢就是简单给它展示一下。由于这个是变三玩具，所以呢可能这个发条时间比较久了，它不是特别灵敏。然后呢变形呢也是非常简单，其实呢它跟我比较喜欢的一键变形系列呢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啊。比方说当时这个一键变形，看没看到，摁一个键形它就变过来，这个是一键变形老 V 啊，后续也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玩具。它呢也是非常简单，它的车尾部分有一个导轮，我们这样来搓一下啊，摁动啊，来就是这个导轮摁到这底下，看到了吗？轻轻一怼，这个玩具呢就变形完成了。它变形完成之后呢，这块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类似于大黄蜂小翅膀的刻画。那你从后面来看的话，就像大黄蜂有了两个小翅膀，真的是太萌了。那细节方面呢，从人形来看，头部呢是一个 Q 版的造型，细节呢一点都不比 D 级啊什么 MPM 差，而且呢车头有这个车标。眼睛部分呢采用水蓝色的一个涂装，外轮廓呢有黑色的涂装，面部呢是一个银色的涂装，包括这个耳朵的面罩啊，侧面的腮部啊也是有银色的涂装。头部呢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转动的机构。胸甲部分呢其实分层呢是很到位的，雪佛兰标志也是有，腹部呢是有些银色涂装，胸口部分呢有些黑色涂装。手臂呢它是有类似于像这种小联动吧，你到这个手臂抬起来的时候呢会伴随着，有时候你看这个脚部呢有些联动，其实呢它并不算是联动吧，一会儿变形人形的玩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它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有看头。然后腿部呢就是不对称的上下这种调整。那玩点呢其实是跟载具形态一样，也同样是这个上完弦之后，这小家伙有点站不稳啊，你可以看
看到了吗？非常非常萌，这个就是非常戳中我的点，它既有细节的一些美型度，又有玩点，真的是超级好玩。这小家伙真的特别特别有意思。如果说简单玩具和复杂玩具我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偏爱简单玩具。其实我个人呢，对于简单玩具的一个喜爱程度啊，要比这个小复杂玩具喜欢的程度要高上很多。因为本身呢，我就是很喜欢这种玩具能带给你的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如果说是一些复杂玩具呢，其实它的还原度是高了，它美型度也高了，但是它达不到这种把玩的乐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这个小家伙就真的非常非常戳中我。后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其他两款啊，这个擎天柱还有横炮，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小玩具。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有非常好的价格的话可以收一下，很棒的一个小玩具。最后呢，视频的结尾播想跟大家说一声啊，我直播间呢后续会进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八蒜小妹儿，经常会去翻一翻我的这个视频，所以呢有些话呢也现在不敢多说了，主要是我怂，那希望大家能多多配合吧。好了，今天视频啊咱们就做到这儿。别说我这周没更视频啊，还有一期视频呢，就是这个家伙，我现在已经拼了一半了，那个下午的时候会继续开直播把它拼完，拼完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预磨到的艾斯最终的成品分享。好了，今天视频啊咱就做到这儿，喜欢咱们视频啊记得素质三连点赞支持一下，片尾有彩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玩魔会。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投币、收藏还有分享，爱你们哟，么么哒。